Hello， 这是又是推荐了一款小零食，香酥鱼皮，特别好吃，而且还特别耐吃，一大包有500克。又耐吃又好吃的东西，磨牙神器，这个就是甜甜的带一丢丢的辣，香甜带点辣，好吃啊。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那种香辣鱼皮，香酥鱼皮的哦，香辣鱼皮他们还有芝麻的香味，总是能发现新大陆。